台积电十九号股价开盘就跳空下跌，一路是跌到6.72%，最终是跌54元，收在750元。台积电法说会行情失灵，市场惊讶，就是因为会中宣布下修全球半导体展望，预估年增率调整变成10%，晶圆代工更是从原本预期成长20%，砍到成长约14%-19%。We lower our forecast.For the 2024 overall semiconductor market, excluding memory, to increase by approximately 10% year over year. We continue to expect 2024 to be a healthy growth year.TSMC 知名半导体分析师陆行之观察，台积电下修全球展望原因在于手机工业、车用半导体需求不如预期。不过，他也点出，好消息是台积电资本支出没有扩大，答应持续调高现金股利。而至于盘面重挫，专家也分析，更大原因在于战争、通膨、紧缩市场需求引发恐慌卖压。投资人并不是对台积电的那个营收表现或者毛利率的表现。有那个失望性卖压，伊朗跟以色列的冲突可能会导致油价向上涨，导致通膨的疑虑继续加深。那这种现象呢，可能会让降息继续延缓，所以呢，失望性的卖压涌现。台积电好成绩早就在法人掌握当中，会后外资报告也大多维持买进平等。更有分析师上调目标价，区间落在860元-1025元之间。只是十九号股价表现和法说会脱节，预料大幅调整，厘清筹码后，才能进一步观察走势动向。三立新闻林淑欣、刘志柔特别报道。